超级玛丽被善待动物组织 PETA 锁定。电动玩家们已经玩了超级玛丽超过25年了，它是任天堂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。最新装置恢复了一个经典特质——狸猫装。这套狸猫装可把 Peter 这动保组织惹毛了。他们说这象征了提倡穿皮毛。这项行动似乎是个公关伎俩。Peter 对游戏中其他更明目张胆的虐待动物行径却没意见。或许 Peter 应该放更多心思在实际的动物上，放了电动玩家们一马吧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。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